好，全场比赛开始，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2中国太平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超级联赛第七轮的一场对决。七号郑凯莹，35号欧阳茵茵，5号蒋晶，29号郑晓丽，门将还是30号的黄诗梦。看这次塔比莎，这次4分钟啊！武汉这边又是凭借着塔比莎超强的个人能力，这次又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空当，塔比莎停球之后冷静的在小禁区附近的一脚推射。同时赛季其实也是有外援，但是这场比赛你看尼日利亚外援维拉是坐在了替补席上，德摩瓦这球很传固定位置，又是形成了进球，很轻松的一脚推射，2-0了。德摩瓦这次传球是准确的找到了中路包抄的古雅莎，内切左脚射个门，漂亮！塔比莎这球在传到空当位置，又是冷静的一单射。1分钟，武汉赤谷江大再度扩大了比分优势，就是对武汉来说是有点过于轻松了。看塔比莎这边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啊，马军的这个位置就完全空出来了。禁区内戴晨颖单刀球的机会，这位名为左后卫，但实际上他非常喜欢往中路去游移。这边张烈射门，漂亮！下底左脚传，有点被对手破坏了一下。跟进正面还有机会吗？跟进了一脚射门，漂亮！又打在立柱上。啊，广东的客家在面对上海工商银行的时候，也是首发阵容进行了一些轮换。三大足球之乡之一。氛围，当地的足球氛围非常的浓厚。哎，这次又漂亮！哎，这下真漂亮，很相似。进球的是陈朱炳，一时间是本想刚看到他追球了，那这个传过来，前点一让，这一让还是挺巧妙的。陈朱炳补顶位置，一脚推射，推了一个球门的右下死角。看到吴海燕，其实他在这个最终中位做一个出球。这个点是非常的火的，哎，这边禁区内的机会漂亮！张明艳下底救回来了，传直接打过门前，直接射门了。哎呦，这下单刀了，面对守门员黄诗梦出击，哎呦，这次被晃开，球弹的有点大，左脚再晃一下，漂亮！哎呦，打在立柱上，能制造一些威胁。很冒失啊！再来，哎呦，这个弧线真差一点没有扛住对手的攻势。好，全场比赛结束，这样的话，这场比�赛武汉赤谷江大是3-1击败了广东梅州客家。